挺老的，晒太阳，他来拍油菜的。那太阳当然才拍得起啊，太好啊。嗯。那这都净拍的了。往你们中间等两球老好老的，走这这来。嗯。轻点啊，他已经那个是糟了的。今天这个泡泡包的这个天儿了。啊，饺子包在上面哈，看多难活了。关键多嘞。这个太阳到时晒人了，叫他爬，这个是最安逸的。你都把这都吹融了。肯定要倒干净哇、啊。真的，收获还是可以。这个还剩一个油酱。再静置会儿哈，我快弄完了。对。没打了，在这了。嗯，最后这点没了没了。哦。咦、哎，还是有人多嘞。看看，都八点五了。嗯，可以可以。现在水可凑合了，这地方打点凉水容易喽。好，晒完就好了，我等你晒完。我需要充充油箱，你往这一进去那还才值得点儿。闷包都没站起啊！这那些倒的好多斤柴油哈，这一下听就管寒嘞。你都在房子里玩呢。我们早把回去做一饭去的了。嗯，都熟了。这手洗好了。哦，妞妞。妞妞。啊。好不好的？哟，那就来哈。走，我们做饭去，下子。去啦。去啦。外面去哪呀？哇，好香啊！喂。哎，我说你这身好气点，这可以。饭准备了，奶奶。有水。你那回来了。你这怎么好气点不？你看，好香啊。我们了。我怪不得，我说我在外头就闻到味道了，这看上去太有色了。我那个看你不想起。我太想起了。快起，快起，大块的。嗯，好香。嗯。有味道没有？有味道，闻起这个就像自己更香。哎，好安逸哦！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回来就有饭吃。”嗯。那时候晓得我们去拍油菜个。啊是啊，我这晓得你们去拍跑那下了，我就跟时间，你们那就吃啊，饿了。他都还在问我们今天晚上回来吃哪样，叫开箱了。嗯。光吃着，这点我都饿了。我这下着呢，我这那个没停。你还买？下一个不吃哈。